是浅秋。那么今天要带大家到我的豪宅，因为 TFS 最近新开的这个频道呢，就要让大家在我的专场上发挥啦，吃喝玩乐开房间，所谓旅游住宿，这是我的过去从事的产业，我自己的爱好，所以吃这些事情，他们希望我能够一起来把这个大家的味蕾给挑起来，大家来找出好的产品。现在就要来开箱了，我今天刚刚收到了这一箱冷冻的，来看看海鲜是什么样子的海鲜呢？个人非常期待啦，因为真的是吃货，所以说不下来啊。原来是先来的是牛肉面。今天终于收到，叮叮叮叮，海鲜组一定要赶快把它打开来看看，海胆呢？我看到它附了这个海苔就很清楚了，这要干嘛呢？用来包饭吃的海苔。我曾经在北海道试过这样子的美味，然后呢，生食级的干贝，这厉害了，鱼子酱，还有厉害的虾，看起来很强。我们待会儿就立刻来料理看看喽。哎呀，香气四溢！哇，鱼子酱在欧洲国家很可能是可以用来沾面包啊。每次如果看到的话，顶多就是两三颗，了不起。但你现在可以奢华的大口大口吃。接下来是海胆喽，哇，海胆怎么吃呢？海苔，看起来太奢华，酱油沾上去，这是我的吃法呀。好甜哦，真的好好吃，你们试试看喽。